上飞的北京，学生就亲像家己来个台湾参加热气球嘉年华同款。因为大家拢唔捌坐过热气球，因此对人来讲，这拢是一摆新鲜又够趣味的体验。刚一开始还就是一开始的体验画面还蛮特别的，就是感觉真的很像在搭乘热气球这样。然后整个画面因为是在那个篮子里面搭的，所以搭配上那个 VR 的画面就很逼真的感觉，这样很像真的在台东搭热气球。觉得这次体验，很新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搭过热气球。在体验完之后，我也想要亲自到台东